Hello， 大家好，我给我的第六的本子换了一个分体，并不是换了一个本子，这样我就可以随意蹂躏了，因为画多了以后它厚度太大，我怕散架。然后今天是画深夜食堂的主题，有时候大家会下面留言说为什么都画了线稿的，因为好几次我都是已经画到一半了，但是又觉得今天这个画风如果录下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可能某一集会比较好看，临时决定录的，所以前面会已经有了一些东西，然后这边打印了一些素材，直接是 A4 纸打印的，日版的主演，还有一些美食类的贴纸，这些是这一期准备可能一会儿会用到的。这是我构图的布局，然后上半部分是写一些对这个节目的简介，剩下的地方是打算画节目当中第一季第二季里面出现的一些美食。这个文字的排版我用的是竖排的，因为跟日式的平面上面的风格比较接近一些，包括深夜食堂的海报上面它的文字排版也是竖排从右往左的。然后第一个我选择的食物是红香肠，今天拿了一支 HB 的铅笔，因为忘带这个技术更低一点，大家如果也是用铅笔勾线的话，建议还是应该比 HB 再低一点，2H3H 左右，不然的话这个铅笔的线条颜色会比较重一些。后边这一个第二个菜品是茶泡饭，最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鲨鱼卵在这个位置，但是这个铅笔先画完以后我再去画其他东西，我可能把这边的铅笔先抹开，所以这里的勾线就先稍微等一下。现在就开始涂颜色了，看大家画的时候可以先铺一个偏橘的颜色，然后比较重的颜色等一会儿直接全部盖上去就好了，这样时间会稍微快一点，因为有时候大家做手上白天要工作，晚上做记录的时候就算想画可能也没有那么大把的时间画的那么细致。买这两颗红香肠为主力，然后再往上面加艳红的颜色，就它的足部是另外一个颜色，那就等把所有的香肠全部画完以后再去补反面的颜色就好了，可以稍微有一点高光预先留出来，如果有白颜料的朋友也可以到时候再点白颜料上去。它尝一个稍微浅一点的肉色去补这个章鱼足正面的颜色，然后花叶菜的暗部的时候可以在绿色里面加点褐色和蓝色，比较重一点的蓝色，所以花叶菜亮的和暗的就比较容易区分开来。这个左边有一盘蔬菜沙拉，沙拉丝儿，剧中的这个盘子是有一点偏灰绿色的，所以先可以给它上一个整体有一点深绿的颜色，但是这个绿一定不要调成是翠绿的颜色，然后碗边可以直接先留一些高光出来，现在这个绿色还没有全部干透的时候，把食物留在蓝色上的影子先给画完，顺便可以利用画影子的时候这个比较重的颜色去修补一下原先涂出来的地方，因为以前是用针管笔勾线的，今天用的是铅笔，用针管笔时候勾的线颜色不容易涂出来，出来了也容易被原先的那个黑线给掩盖掉，但是铅笔不一样，铅笔就是需要涂颜色的时候比较精细一点，就找一个颜色比较重的橄榄绿这个盘子画一下。好的，需要这个边上的画得太过于规则，因为很多日式的盘子去找它的特征就会发现它上面上的釉彩是不规则的图案，就加重一下这个投影的部分，让这个盘子和桌面的倾斜更大一些，然后再往上贴一些胶带。有一个之前买到的在我这边入境过很多次的这款的胶带，不知道叫什么，但是我很喜欢，平时不舍得用。之前的这个文字框的部分都是用那个水笔写的，今天打算直接用这个水彩，就是因为很多他们的平面设计上面出现的字的部分都是手写毛笔字体。茶泡饭里面主要一个是三文鱼和海苔两个比较重一点的有东西可以画的颜色，那茶泡饭的下面有配几片绿色的菜叶吧，然后等这个叶子的颜色稍微干一点以后就去画海苔，或者直接先把饭粒给画掉，因为海苔的颜色最重，所以它里面重的颜色可以盖在浅的颜色上面画，但是一旦你在上面已经铺了重的颜色，那再想把它盖成浅的颜色就很困难了。然后有这个汤饭，汤饭的汤有一点点高光出来，下面的米饭可以就是直接不去涂，有一个白色，然后米饭的暗部用稍微有一点点偏绿的颜色去画点暗的地方就可以了，然后等都有面上的颜色全都干透以后就画海苔，海苔的颜色一定要重才会像海苔，海苔还有高光，它的高光是比较明显的。海苔在画的时候，我可以直接把那个它高光的地方给留出来。这个海苔在勾线的时候，就需要注意不要让这个海苔直接粘在食物上，因为它刚刚撒上去的时候是带有风脆度的，所以它会带一点点空间的架在一起，而不是直接粘在食物上。可以画这个碗了。碗，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很多日式的碗它都会出现一个有一点偏藏青色的是这么一个花纹，觉得很特色。碗边上这个比较重的蓝色在画的时候，也要记得先把高光留出来。那碗边的颜色基本上像这样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还想要画的再细致一点，那其实就是在这个碗边这个更小的区域内再去区分一下它的亮度和暗度的关系。那这个时候你需要调一个比本身的这个蓝色更重的蓝色，你可以加褐色或者是黑灰色或者是黑色，再加一点水，然后在这个它边缘的部分再加一层，因为其实就是通过这一段的颜色来让人感受到这个碗在这个边一个是往外面走了，一个是往里面凹了。但这个线加在哪儿其实也有那么一丁点讲究，如果说硬要画细的话，那么你首先要判断好
这一个碗你的影子在哪一部分，很明显我画这个影子在右半部分，那就说明光线是从左边来的。光线从左边来照到这个碗的时候，一定是左半边这个地方是照不到的，右半边这个地方才是照得到的，就它的亮和暗的关系和影子应该是刚好相反的。茶泡饭画完了，还有这个假竹鱼了，先拿简单的柠檬给画了吧。这鱼干在画的时候，这是我第一次画鱼干，先往上面铺一个整体面黄的颜色。一会儿这个晒干的鱼它会有一个像是油炸物的，就是焦焦的边，再用偏橘偏褐色的重的颜色再覆盖在这个黄色上面。最后还有一个菜是烧鱼的，最后再加重一下这个鱼卵的这盆菜的影子，贴上烧鱼卵，先在这里贴一个小人，然后在空的地方写上一小段字。好了，今天这个关于深夜食堂的手账到这边就全部都画完了。Yeah.